带你们去吃一个非常有名的冰激凌店，走着。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野，这是一条街，人超级多，店也超级多。我们要走到最里面的商场的地下层，就是这个楼，从这里面进去，然后坐电梯去地下。喏，他们已经买上了，就是往这边一拐的一家冰激凌店，非常有名。给大家看一下全部的冰激凌，下面都有中文的标识，因为有很多来旅游的人都来这家店吃。快看这个特大的，既然咱们来了，就来尝一下这个最大的。现在我要，すみません、一番大きいのを2つ。600日元整，折合人民币40，一个冰激凌40块。嗨，嗨，嗨，我的天哪，拿在手上特别沉，我第一次吃这么大的冰激凌，8种口味，来一口先。哇，浓浓的草莓味儿，然后它这里有专门吃冰激凌的座位，由于我一个人吃不了，我决定和闪电一起吃这一大个，真的太多了，3个人吃都没问题。来尝一下第二层是什么味儿，咖啡味儿，黄色的呢？香蕉味儿。天太热了，这化得特别快。蓝莓，桃子味儿，哇，这个好好吃。这个应该是抹茶。巧克力味儿，这个就应该是奶油了。现在它已经化得不成样了，来一个，最后来个推推乐。好吃。吃完之后把垃圾扔到他店的垃圾桶里，然后他还给客人准备了纸巾，擦一下嘴。扔掉，就连收银台都是超级可爱。他家这个店真的超级有名，日本的很多明星都来吃过，然后上过很多电视。还有这个海报超级可爱。好吃。